如果骑在这上面，骑在路上，你想想看，这十五万买来多少个目光在注视，值得哎。我们用手发就好了。哎呦，啊！你们坐手工车，最主要的第一个宗旨是什么？再帮大家讲。帅，帅，还有呢？帅。每周一至周日晚间九点，民视第一台，直来运转。